不好意思，他在站外向我们车站求助，可是出任何的联络。你怎么过来的？啊，我就是跟我先生一起来。跟你先生一起过来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知道吗？不记得啊。因为我智力不好。你今天是跟先生一起搭捷运吗？那时候是搭捷运，他去。今天你是跟他一起搭捷运？对啦，然后搭一搭他那跟你离开了。对啦，他去别个地方了。然后站你在这边吗？我要。哎，司机大哥，可以帮我们站这位老先生吗？然后我们跟着过去。对，他要去芦洲区信义路341号。等下到那边的话，车子我们可以处理。对的，阿先。OK， 可以先上来了。他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们警车。好，那可以请他下来。马上下来。哎，车子多少？不用吗？真的不用。哦，大哥，不好意思。不会。来，你先生在那边等你了。哎，司机大哥，谢谢。不会，继续。